传还是出现一个失误，还是大力跳发，这个球到位了，给胡明远，啊，这个球竟然警示早早的等在了这个位置上。还是给钟慧吊球，小心线，赶紧把这个球防起，区域发，上海队这边也是打调整攻反击，这个球防的继续组织给后攻，上海队也打一个后二电条给二号位井然井，四号位打了一个小斜线啊，这个球有点扎网，哇，这个球井然井在网口上抢得非常快，你看到位，哦，打了一个短球，防守起球，打到了网手之后蹦到了防守人的前区，有效的拦防。孙晓轩的这个二后卫的调攻是被金然井给拦到了界内，一传到位，哦，小斜线打得非常的轻松，哦，起球，这球防的质量也很高啊，网口的探头，哇，这个球，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救回来，一传不错，三号位给金软井，又是拐了一个直线，防这个复攻的球，反击，上一队反击质量很高啊，这个金然井吊球，这个球也是在比较乱的情况下采用一个快攻，辽宁队又是防起，给到金软井，这板下手抢得很果断啊，一传，一传半到位的情况下给到四号位金软井，就是调攻，这个球是金然井四号位造成打手出界，想要去打破一下这个场上的局面，这个球也是金然井在反击中高点来，非常活泼，对，金然井的球还是太高了呀，感觉造成了辽宁队的一传不到位，打调攻，防守起球给四号位金软井，打一板斜线，又是抓了一个防守反击，还是调攻，就是无攻了。